大家好，我小张，一个朴实的靓仔。现在的话是上午的9:40多。这房子的话，我在里面住了一个星期吧，也该出发了。昨天晚上1点钟睡的，睡到了今天早上8点多，感觉现在就早上8点多时候凉飕飕的。出发吧，出发吧，待了好几天了，也该出发了。还有20多公里到下一个乡镇。等下还到前面乡镇买点补给吧。我哈，今天就要离开丁青了，前往内乌旗。他们也出摊了，他们晚上8点钟下班的。这个老板在这里买补给是奇怪。拜拜。到前面超市拿我的充电宝，我昨天充电宝放老板那里充电了。昌都怎么样？就是这家超市，丁青县汉妹超市。哇，这两个充电宝已经充满了，今天的话可以放心去内乌旗了。老板再见。好的。要走了，就在老板那里整了一瓶饮料5块吧，因为这两天买的东西比较多。前面22公里有个乡镇，果然这里的那个红房子有一半都是关门的。也不知道有没有空的，不管了。渐渐的忘记，忘记了时间，只要用力的抓紧了想念，明天再也见不到你的笑脸。今天天气是真不错，那远处的风景好像梯田一样。爱江山更爱美人，那个英雄好汉宁愿孤单，好饿了浑身是胆，壮志豪情四海远名扬，人生短短几个秋啊，不醉不罢休。这边还有那个麦田一样的东西啊，这么高的地方还住了村子，那边还住了一排树。哇，这边种了这么多树啊，这个树应该能存活吧，这边海拔应该3700多。哇，给大家看看这个村子吧，那边是天津人民援建的，你看吧，这个村子。哎，前面信号塔。哎，这个是越野车吗？这是牧马人吧。牧马人。哦，吉普。对，吉普牧马人。哎呀的，牧马人呢、还有那个很火的坦克300吧，啊，还有那个很火的坦克300，有点像的啊。对，都是越野车嘛，矿吧。对，番石矿。很热。对，那个地方海拔低。那个煤矿啊，什么都。对对。大矿的地方特别特别热。东西还挺齐全的，包都安排上了。我都有，我也有帐篷，就是没睡过。就是你在外面搭帐篷哥？没搭过，没搭过，有是有，没搭过。就是住店是吧？全部是住店的。哦。好的。浙江的朋友再见了，牧马人了，好霸气。走了，浙江的朋友啊，他还要赶路回浙江呢。我的话，我也是走这条路线，去四川，他是回浙江，他还要转到318，就转到滇江县吧，然后走云南，走南方回浙江。哇，这段也是起伏路啊，你看吧，那个山尖尖的，好神奇啊。我刚才看了地图，发现。过了前面那个乡镇还有一个乡镇。哇，那山后面那么一大朵白云，你看吧，我感觉这个地方挺好看的，好像稻田。哇，说好了下坡怎么还上坡了？127公里到内乌旗县城。哎呦，今天能走多远就走多远吧，明天不一定能到。哇，给大家看吧，这边居然有个过水路段。哇，冲啊。我记得波密那边也有一个网红过水，前面几百米就是沙贡乡了。没想到还要爬这么多的坡。我真的好想你，在每一个季节，你选择遗忘的是我最不可以，这段情长啊，道不尽太多年。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啊，
我看吧，终于到了沙公乡了。哎呀，吃个饭，吃个饭，早餐还没吃。上午十一点多了，这个乡镇这么小，只一条街。找了一家川菜馆，吃个青椒肉丝。哇，刚才来乡里上个厕所，没想到居然有小马。我同意吗？哪个同意的？没有同意的。没有同意的，吃个菜吧。那些开车的他们也不同意啊。告诉我就行了。你是抖音吗？都有吧。原来你还是个网红啊。不是什么网红，网红的早就现在都能买那种越野车了，买奔驰宝马。我见过有一个，不止见过一个，开着路虎旅游的，专门直播，什么也不干，就拍点视频直播什么的，一年他说一年能挣一两百万吧。是的，有的。是吧？刚才的话在后面川菜馆吃了一个青椒肉丝，38。现在的话准备走了，要慢慢走啊，那肚子还没消化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地图，前面15公里还有一个乡镇，我以为没有。现在的话是中午12:30，这个乡镇一点点大，不在这个乡镇买了，前面15公里还有个乡镇，然后去前面那个乡镇补给一下，前面就出乡镇了。我的天哪，没想到出乡镇。一出乡镇就开始上坡了，前面又开始烂路模式了，没法搞没法搞，也不知道这种烂路有多长啊。哎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每次碰到这种烂路过路的车都特别多。哎，什么情况啊，这种路确实骑得挺难受的。已经几天没有骑烂路了，今天没想到骑烂路了。我的天，这是路实在太烂了，刚才我的大水都掉了，现在赶紧好好绑一下。我的天哪，还好结束了，还好那段路不是很长，不然的话真难搞。哇，没想到这个路是真不好骑啊，从这边过去的话要提升1000米海拔，有70公里上坡，上完坡之后的话海拔下上800多米，下到那个内乌齐县城啊。明天如果要到内乌齐的话，今天要骑70公里以上。哎，我的天哪，前面还有个村子，看这路上村子挺多的。今天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哎呀我的天，哇，这么多牦牛啊，快点让开啊。前面就是乡镇了，乡镇赶紧买补给吧，过了这个地方再去往前面80公里才有下一个乡镇了，比较远了。我的天，到了觉恩乡啊，这个地方应该有卖菜的吧。买点东西，扛不住了，好累呀。刚才在后面超市买了一点水和一点吃的，菜的话都不想买，喝一点这个苏打水吧，太热了真的。现在的话要离开这个乡镇了，这个乡镇比上一个大一点。这个乡镇超市还挺多家的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那个住宿吧。哎呀，这里距下一个乡镇太远了。明天的话应该能到吧。那个位置还有招待所，挺好的。哇，这是干嘛？一个徒步的，徒步西征。这些年的，今天天气确实热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好累啊！我都想能找一个能挡太阳的地方露营啊，找不到啊。这路上的村子可不少啊，但这个房子有点复古。我那边还有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我的天，在那里哭干嘛？没想到这个位置都有那个生活超市。哎，买了一瓶饮料5块，没想到那个超市里面卖的东西还挺齐全的。这个村子真的。那里面的话，那个有冻肉吧，应该是有那个蔬菜，种类还可以吧。看来到前面即使没有乡镇，也可以在村子里面补给吧。现在的话在这里休息一下吧，坐在这里这阴凉地方，你看我这个脸上吧，
我还以为我脸上有很多沙子，这个太阳太厉害了，没想到这个盐分都晒出来了，你看吧，太夸张了。因为这边有个货车嘛，在这里躲一下阴，今天太热了，我感觉我都要中暑了，真的。还是继续出发吧，今天的话已经骑了40多公里了。这40多公里我是一个空房子没看到，前面的话也估计也没有，今天大概率要搭在路边搭帐篷了，真的没法搞啊。前面乡镇还挺远的，哇，今天骑了那么久都没刮风，现在刮风了，感觉凉快多了。但是刮风的话找露营地那就比较难搞了。然后这边村子也有，还有超市，还有川菜馆。看来明天的补给应该不用担心，我现在的话补给是够了，明天找个村子买点吧。又开始爬大坡了。海拔要上到4600多才下坡。明天应该到不了县城，后天应该能到，所以的话明天还要计划在哪里休息。现在的话是爬坡的过程中，已经开始飘雨了。今天是情况有点难搞，而且露营地的话也找不到，搞不好今天晚上下大雨啊。好累啊。哇，这天呐，这又是烂路，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今天晚上不知道要骑到几点了。哇靠，我最头痛的就是这种路段。哇，这天呐，还是峡谷，还是烂路，最怕的就是这种路。哇，前面的路况恢复了，还好只有一小段，而且这一小段是下坡。哎，希望前面不要再出现这种路了，这种路骑起来太费时间。哇，这种地方是没有露营地的，我得赶紧骑出这一段。现在的话下午4点半还有时间。我的天呐，我最怕的就是这种峡谷路段了，这种地方没有露营地，而且还很危险，头都是大的。我的车子放那里吧，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有个山洞样的东西，不知道什么的，进去看一下吧。这地方挂满了经幡了，这地方的话有老鼠，过去看一下。哇，这地方什么情况啊，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搭帐篷还能躲一点风。这个地方的话是一个拐弯的地方，车子老是叫，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没什么信号，这就难搞了。我刚才看了一下这边电信的话没信号，不是移动没信号，电信的话有4格，玩手机应该可以。但这个地方是个拐角，车子老是喜欢叫，我肯定休息不好。移动终于有一个信号了，也不知道还要骑多远才能出这个峡谷啊。现在下午5点多了，搞得我都想在这种地方搭个帐篷算了。我的天呐，还算了。可能前面还有好地方吧。还是到前面再看一看吧。实在不行的话只能搭路边了。我的天，看吧，又走烂路了。这种路真的是费体力。现在时间下午5点40多了。总算有一点点下坡了。我有点小累了。说实话很想搭帐篷，但是没有找到太好的地方啊。我的车先放那里休息一下吧，这个地方有块空地，你看吧，看这个水流的话多么急啊。这峡谷路段不好走露营地啊。如果是在内地冬天的时候是吧，这种空地我分分钟搭帐篷，但是在这边的话有点难搞，我怕它刮大风，然后的话现在太热了，真的白天太热。给大家看看吧，骑了那么久终于看到房子，这好像是一个倒搬来的，不知道能不能住，门好像前不上锁了。给大家看看吧，这个地方破破烂烂的，门还开着，那里面好像有小车，这地方应该住不了吧。终于骑出峡谷地段了，不容易啊，刚刚那峡谷里面一户人家都没有，有点小慌。刚才那个倒班的话里面有人的，估计是不让住。算了，
这边还蹲着。哪怕前面有个桥洞都可以啊！我的天哪，整露营地怎么这么难呢？哇，这边这么大一块空地，还被围起来了，难搞啊！我在网上看到，前面我可能要再骑10公里吧，可能有个桥洞，但是我体力快不行了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到。哎呀，好累啊！我估计前面那个桥洞距离我差不多还有10公里吧，看吧，这个下面有个村子，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出去8-9公里吧，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位置。看吧，还好后面这一段勉强能骑吧，坡路比较缓。哎呀，什么情况啊？这个车一看到我就低两下。啊，你看吧，这还是峡谷路段。哎，这边峡谷路段。还没想到还挺多的，我还以为比较少，这边实在是没法露营啊。给大家看我的车放那里，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桥洞，但是里面的话有一点奥利给，感觉不太好。这个的话应该把奥利给处理一下，应该也是勉强能睡，就是这个下去太麻烦了。然后我看到网上那个桥洞的话在前面，应该是那个很干净。算了，再往前面找一找吧，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更干净的桥洞啊。那种比较隐蔽的桥洞都有奥利给。其实刚才那个桥洞的话，那里面的话好像只有几头奥利给吧，不多，而且是干的，清理一下应该可以住，就是东西拿下去拿上来太麻烦了。哇，你看吧，那前面上坡，为什么我不喜欢在路边露营？你看吧，但凡有块空地都停车。然后你看那边，哇，月亮居然出来了，七年了，哇，真的是你，我抓紧停车回来看，我操，真是你。好吧，好，我还要滑坡了，真牛逼。哎呀，长途上班了，拜拜，我们去东兴了，我们那边还有事啊。好的，再见。啊，应该不远了，我看到前面那个山了。那个桥洞应该在前面，给大家看看吧。这里又有一个涵洞，哎，过去看一下。啊，这个地方也有一点奥利给，也是有点难搞哦。哇，这边还有这么多帐篷，这地方挺好的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现在时间马上就晚上8点了，还半个小时就天黑了，我的天，这怎么办了？干脆在路边搭上了。啊，那个桥洞也不知道还有多远。啊，别人是好像是骑了2-3天才到那个位置，就是从丁兴县城嘛。我的话，我一天的话可能会很远吧。根据提示，那个桥洞距离垭口有31公里吧，现在差不多了，应该就在前面了。如果不在前面的话，我就在这里露营了。哎，就来了一个村庄，刚才那个地方距离这个村庄没多远。那桥洞。应该是在前面吧，如果不在前面的话，那我还要退回来呀。我现在骑了70多公里了，哇，哎呀嘞，心态都快崩了。这块天黑了，还没找到一个好地方啊。我靠，给大家看，马上天黑了。前面的话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地方啊，但这个地方的话，信号应该不错的，信号塔嘛。然后下面的话，那个地方可以露营。哎呀，我的天嘞，现在天黑了，还没找到，可能是过了吧。算了，那前面退回去吧，有块空地，到那搭帐篷。哇，退回去是下坡啊，所以很快。今天晚上完蛋了，真的搭帐篷都不好搭啊。我给大家看看今天晚上露营地，那上面的话是马路，然后的话我在下面，就是刚才看中的那个河道嘛，这边是河嘛。哎，这个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充不进电。然后的话，我用这个手机灯照明嘛，没办法。我现在的话是用手机灯照明的，这灯泡的话给力啊，怎么上次都丢了。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，我这个位置的话，因为是地势比较低，然后两边都有山，所以这个地方基本上没有风，晚上的话地灯不用打。然后的话今天骑了应该有80公里了，因为我来回了一趟，我又返回来了嘛，返回了几公里嘛。我现在距离县城的话
64公里多吧。兄弟，我今天骑的挺多的，而且前面我今天上坡，我干掉了一大半，就是现在海拔已经4100多了，再爬500多米就那个坡就爬过去了。明天应该能爬过去，爬过去之后全是下坡，下到县城。我知道县城旁边是有空房子的。今天我真的要果断一点，真的，就露营地。你总觉得前面有好的，真的没有，就网上那个桥洞是吧？我实在找不到，不知道在哪里。给大家看看我的吃的吧，这是竹笋还有蛋啊啥的，然后这笋都还有一包，然后的话这里面还有点吃的，面包的话都有两个，然后的话这里还有方便啥的，火鸡面是吧？然后这里今天买了4根这个烤肠，冷了，超市买的，先烧个水吧。哇，把这帮螺蛳粉给它消灭掉吧。哇，这玩意肯定特别耐煮，先给它盖上吧。还没煮透，先把这个体积大的给它上包了，先把这些玩意给它煮一煮。太棒，笋，小花生，我的天，兄弟们开饭喽！简单吃个螺蛳粉吧，懒得弄了。这水分都弄干了。这烤肠给它热一下。现在外面的情况的话，明天才知道，因为现在外面太黑了，看不清。明天再给大家看一下吧。今天的话，早知道就早点休息了，累得不要不要的，真的今天。但是明天的话，如果抓把劲的话，明天应该能干到县城。我知道县城旁边是有空房子的。西藏这边的话就这个情况嘛，不是说你想住小宾馆就可以住的，就是骑行嘛，很可能赶不到地方，没办法，这边都是这样。你以为前面有好的露营地，其实前面也没有，哎，难搞，横竖都要搭在路边。真的，我现在有点头痛，应该是有点高反了，因为爬坡太多了，爬了40公里坡吧。反正明天的话就轻松了，后面到县城的话，有一半是下坡，就容易很多。补给的话明天应该不怎么需要买了，你明天的话争取一口就一鼓作气嘛，能干到就干到，到不了的话再说吧。也不知道前面路况怎么样，我这个地方的话还是比较安全的，附近几十米就有个村子，然后的话，有人家，这边隔着一条河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然后的话，喝点纯牛奶吧。今天累的真的是，吃东西都没胃口，浑身不舒服。明天的话，真的要到前面了，我估计从这边过去。到县城之前应该没什么好的露营地，估计又在路边，唉，难搞。今天又是难搞的一天。我靠，我刚才看到一个黑影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啥东西，应该是野生动物吧？不会吧？那里救护人家不会吧？